不要分享一下，就是觉得这两个地方有什么样的差别，这样觉得自己比较喜欢的。北梦买，哈哈哈哈哈。讲一下啦，喜欢为什么？哎、欸，喜欢北梦，比较喜欢北梦买，你举手好了。你是今天才过半天，讲这样其实不公平。你要等一个礼拜过后。最好都可以做前后侧。好，再来做前后侧。比较喜欢南梦买的举手。我们现在南梦买第一天来先调查一下。比较喜欢南梦买，哎、欸，没有人吗？有啊。你这个地方住你比较喜欢。好，我比较喜欢。对，虽然天空还是很差。嗯。天气两边有不一样吗？有，这边有太阳了。这边很潮湿，嗯。可是这里因为那是下雨的关系。对啊，你现在因为刚好又运气好，你们又没碰到雨，后三天又碰到雨了。对啊，我们那边前两天很舒服啊。嗯，很凉，很凉。对啊。我现在嗯。你们真的运气很好，你们真的运气很好。到今天来讲，真的是运气很好。还住 V 啦，是吧？对，像住 V 啦，只是客难的 V 啦。不会啊，我觉得蛮舒服。不是穷学生去住一个别墅级的那种 V 啦。这个不睡，这个你不睡，好，那就是，有没有人想要分享一下？就是大家主要说那个，对了，重点忘了问，你们要不要先分工分组？哦，对哦，谈一下安老院的谈一下垂直之家的看法哈，大家讲几个意见，然后初步分工，然后以你们的印象应该分哪几组，好吧？好 ，OK， 那就是上面有跟我说，就是在男生那一部分，就是男性的，就是需要照顾的部分，他需要八个人。那我今天有跟一些伙伴讲过，就是他的八个人，抱歉，八个人工作大概就是剪指甲、换床，对，铺床，然后喂食。跟换药的部分，对，所以就是有没有人想要自愿去？对，所以所有的先手机响，我的手机，我记得就是男生嘛，然后女生嘛，然后好像还有小孩，是不是？他那个编号有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我们就是一跟三的部分没看到，一跟三没有看到。我不晓得你们在走流程什么看。对，一二三四，最后一个号码。但是有一个就是小孩部分，就是比较需要，就是比较有状况的小孩，因为他两孔的小孩早上其实是不在机构边的，对，就那个部分就不需要去服务。那精神病的需要吗？现在我就是有点不太清楚，就是因为他有先天性病人，大概有五六十个左右，还有先天性病人，所以这两件事都是精神病患者来确定。我后面那个儿童的不要人，那个又要去上学的，没有人。还有一个好像比较有状况的儿童。有状况的是那个大小孩，大的那个有女孩子比较多的。没有，另外一个很小很小，他在那个小孩。那个看的那个是小孩。还跟最后一个，跟最后一个，第一个跟最后一个。女孩，然后还有四个，然后女生的这两个。就是需要多少？其实我没有去问的，就是跟你说，这些小孩子你看明天再跟说。最好是要，因为你病除了保护自己，你还可以避免换药的时候病人交叉感染。是，那其他的哈，不晓得你们他们吗？你们其他，因为你们并没有，你们可以不像我去那边， okay. 只有我一个人戴口罩、戴手套，大家都不戴，就觉得保护自己才会要的。我叫林正峰，然后我是。已经在加油站待大概
一个月吧，然后大概就在卡里港垂死之家。要分享什么？那就你的工作经验你所得啊，因为他们也是，他们也刚做一个月的安老院的。哦，反正我的生活就是一天就是大概5:30起床，然后洗脸刷牙，然后6点，跟我就是住在一个叫黄老岗的 hotel， 然后里面就是有外国人，然后大部分都是来自韩国、日本、欧美。许多的志工，然后就是一早大概就6点出发到 Mariposa House 去吃早餐，然后吃完早餐就出发到各自的工作地方去，然后工作内容大概就是在卡里嘎就是陪病人啊，然后洗碗啊，洗餐具喂病人，然后晒衣服洗衣服，然后就是大概是这些工作，但是有时候因为垂死之家嘛，对，所以有时候会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。是什么？大概就是送终，就是送他们最后一次送终。嗯，你接触过几个过世？一个月，一个吧，只有一个。嗯、对，然后其实。没有什么特别感想，但是就是还蛮好玩的。但是工作结束就是跟大家吃个饭，然后就一起出去玩嘛，然后就每天就喝啤酒。嗯。就是因为每天都有人离开，然后每天就喝的醉醺醺，然后喝醉然后就睡觉，然后就起来就工作。对。那在卡里嘎在做。不知道，就有时候会去看电影啊，有时候去 shopping mall， 然后对，大概是这样。就是说，他的外语没有名字吧？总会有一个动机吧。嗯，你要看到什么资料或者？我就是啊，因为其实就是那个有那个网站嘛，全先生做的网站。全先生全第二这样的。因为其实我也是刚刚那个网站，然后因为它资料就很齐全嘛，所以就资料就收集好之后就来了，然后就是有联络到在加尔各答的台湾人，然后有安排到住宿的地方，然后有你是你是就是那个不是饶姐的女儿，饶姐的儿子嘛？哦，是叶培，他大雁。不是大雁，叶培也不是。就是要怎么讲？就是老姐跟她儿子，然后到加尔各答，然后他们是住在叶培那。对。然后我会认识老姐，是因为我去参加北部的讲座嘛。哦，你就上次的说明会，对，说明会，然后就有几个，对，有几个就介绍认识，然后。反正就最后就住叶平安，然后大雁大概就是他已经在加尔各答8个月了吧，然后他才16岁，很年轻。他现在在学东西，好像。然后他很厉害，就是会讲Bengali，就是西孟加拉语。对，他妈妈有在学，他妈妈已经有没有给我一个对照表？你们愿意回去学的话，可以再用，他有一个对照表。然后就是他。我不知道怎么讲。他爸爸要他回来嘛？对，他要回去。对，都要回去。因为他待太久了。我稍微介绍一下大雁，应该我有提过他，就是因为他高一他就是高一休学，然后他妈妈就把他带到加尔各答去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，啊，这是一种转变。那你们碰到那个中央大学培美的？中央有，因为。啊，不是的，我们就也是住在一起。啊，先帮母女先住在一起。啊，就有2间房间，然后就住。Okay. 然后他们就他叫玉芳，然后是客委会的梦想计划，不是，他是梦想计划得奖，然后拿到补助去的。对。然后就是来加尔各答做田野调查，然后主要是。
是在塔坝的客家村做田野调查，然后之后会跟台大国际资工社要出一本书啦，但是我不太清楚，大概是这样。那你有没有去陪美？我有去啊。OK 啊。就是客家村。OK 好。